大林号值班所是大拿顶正式成立第一座青年背力工作站，空间会办理大拿在地导览、青年交流空间，以及销售在地农业产品等等。我们发现大林镇上的证明啊，或者是说消费者，或者是说观光客想要来去做购买东西的时候，常常知道有一些好的东西想要去做采买，但没有实体的展售据点可以去做消费，也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，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。来去做商品的贩售，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陪伴跟选动，找到年轻人对于家乡自己的认同感跟支持。透过设立这个据点，会领住地方青年和社区时代，展现出地方的文化，创造出小店更加多元的机会，也能增加在地人和外地人的互动。未来这个点可以变成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共同思考聚会。进而发展地方，包括介绍地方，那透过各种方式来营造了一个点。那这个点现在在我们中山路，那实际上这边也有卖很多我们大林的相关的农特产。啊，所以我给他们这边开始来在这边买一个礼盒，来打这款少年囡仔鼓励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只要大拿人经过这个所在，哎，当过来给这少年囡仔开讲，那包括叫一寡物件大家当。来做一些这个买卖，会当将大拿好的物件带回去自己家里面，所以伫遮今仔特别来打这群少年囡仔有冲劲的大龄人来打因关心，我们希望这个点在大家的支持底下，能够让这些年轻人更有信心。馆长王章亮讲，欢迎民众加入值班所和少年人来交流，会当把优质的农特产品买回厝。希望这个据点在大家支持之下，让少年人更加有信心，对大脑更加好的梦想，继续推动家乡的发展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